过来。在2016，其实公所在申报申请评鉴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三颗星，其实我们也非常的高兴。那后来呢，因为老板跟我们一直很坚持说，不管在创业的过程怎么样，但是我们的初衷是不变的，所以在环境上、在食品上、食材上，我们都非常坚持。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4年前到现在来，其实没有什么落差，反而是更布置更多专业的东西在里头。那还有呢，那其实这一次三颗星，我们两个还有一个更高的期望，那个还可以向4颗星来迈进，所以这可能是我们两个后来我们这个村部老团队一起努力的一个目标。谢谢各位。